在碰下去的瞬间，身体就下去了。但是我的右手，我的右手就已经按下去了，有没有？然后伸展一下脖子，但伸展的时候呢，呼吸脖子，是不是？感觉小玉变成玩物了。手确实下去，做个十指交扣，让他心脏上，让他知道说你很重要，然后用你的脸去帮他做伸展，然后加上拥抱的感觉，再加上按摩。哦，有感觉。不要在耳边吹气。慢慢，这不用吹气就很有感觉。再慢慢的再解衣服，哎，就可以达到按摩一个氛围，从每一个细节都可以带入这样的。对，哎，你看，真的，我真的，他真的起鸡皮疙瘩。我跟你讲，卡卡洛斯他是两性氛围的导师，我还去上过他的课。后来那天他上课的时候呢，他就先那边吵，就是先那个示范别人嘛，就他说，哎，那我示范你一下，你才可以知道那个力道跟感觉。我说好好好，全身上的细胞砰。爆炸，他不得了哎！所以其实他的课上完是可以让，就是假如说夫妻或是情侣之间多更多的情趣。对，我跟你讲，尤其是那种很久没来一下的，那我没有封杀我，他有，常常来一下，是不是？那没关系，如果你想要更常来一下的话，我跟你讲，你去上完，我跟你老公真的这辈子不会逃离你的手掌心。哎呦，现场可不可以来看您的招数？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这个是非常严谨的节目，所以你现在只能对我动手。OK， 说不定我只是想跟你动手。我们如果讲按摩呢，你在前戏之前是什么？前戏之前呢，总不会一开始就先摸，对不对？前戏之前是先做太粗暴了按摩嘛，对不对？在按摩的时候呢，如果只是这样，那我跟养生馆有什么两样了？是。所以呢，我们按摩可以按得非常有这种氛围感，在碰下去的瞬间，身体就下去了。但是我的右手，我怎么感觉我的右手就已经按下去了，我有感觉，有没有？然后伸展一下脖子，但伸展的时候呢？呼吸脖子，是不是感觉小玉变成玩物了？手确实下去做个十指交扣，让他心脏上，让他知道说你很重要，然后用你的脸去帮他做伸展，然后加上拥抱的感觉，再加上按摩。有感觉。不要在耳边吹气。慢慢，这不用吹气就很有感觉。再慢慢的再解衣服，哎，就可以达到按摩一个氛围。从每一个细节都可以带入这样的。对，哎，你看，真的，我真的，他真的起鸡皮疙瘩。对，我自己也有点鸡皮疙瘩。对，要扫扫地了。对啊，厉害哦。哎，这个蛮有效的。这很适合那种老公永远到家说很累的。你帮他这样一按，我就让你更累。对，差不多意思。你很想过去，对不对？重要的不是按摩的技术，比最技术更重要的是你如何释放这个氛围出来。今天还要做另外一个事情。哦哟，就是听说你要表演伏地挺身。因为呢，为什么会在？这个桃花源这么欢迎，就靠手指。什么东西？手指立挺身啦！哎，你可以吗？你可以吗？三指。来，小雨先试试看，先试试看，小心哦，不要受伤哦。对。可以再少一只。哎呦！试试看，九十。要算哦，可以。算了，好了，你冷静。好痛哦。因为他还要回家抱小孩。对，好，你要用，好，我们用倒数的。倒数，你是说十九八七这样子吗？对，倒没有太慢了，一次两只两只来。小林，这边吧，五只来。这不正经。五只，哎呀，哦，四只，哇，三只，好，来看喽，哎，两只好危险，来啊，不可能，安全的，安全。所以呢，手指的部分是这样。哇，这是只适合表演，对不对？其实大家在家里面千万不要，千万不要这样做，这会真的可能会那个，真的会断掉。九指的时候已经真的我的那个手指头都快断九指了。不要乱试，不要乱试。对啊，这个是为什么表演者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两性氛围的导师嘛，按摩的部分要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手指的力道嘛。哦。要练，要练。